清洁，会写吗？清。洁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，妈妈？因为那个什么，清洁。什么？我要找一只马克。马克，但是我找不到。清洁写完了吗？清洁写完了，再写一个，下一个字。兴趣，兴趣，有没有兴趣？他没有兴趣，他对读书没有兴趣。兴趣，兴趣，兴趣。兴趣，兴趣，兴趣，好了吗？下一个字，整理，整，这个字很难写，简体，这个是简体繁体都一起，妈妈写的这么瘦。整理，宝贝儿，写吧。整理，整理，整理，整理。哦，真棒，写好了，很好，整理下一个，古时候，古，哦，喂喂喂，古时候，古时候。对，是这个后，对了，古时候取名字，取名字，名字我是因为老是在我的微信，对，名字，名字应该谁都知道 ，worksheet 上面都是写着，作业纸上面都写着姓名，对吧？嗯，我写着名字，有的时候写名字啊。Okay. 名字和姓名有什么不一样？姓名是有姓，比如说杨海英，名字就是海英，知道吗？姓名。对。比如说，Carrie Price， 他的名字叫 Carrie。不要说名字。为什么？不要说别人的名字。不要说别人的名字，但是 star 可以说，明星可以说，嗯。对，当初你说了杨海英，杨海英还可以，别人都，但是我不能说你的名字，对吗？我的名字是什么？是秘密。杨溜溜写取名字，妈妈、爸爸给你们取名字的时候花了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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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。没有。特别特别特别长时间。你说了我的名字。没有。你说了。我肯定没有说。你说了。真的吗？对。OK。好的，你现在再继续写。取名字。取。你看着我写，然后你跟着我一样写。我已经知道取。取名字。取名字。
就这两篇啊？对。好记了，我们再把不会的字再给做一下。北极星的极，北会写吧？北。OK。极星的极，北你会写？极。极，一个木字旁，一个极端的极，报纸的另一半。哦，弄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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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。极，这样，曲里拐弯的这个极，你看，北极星，北。极，提笔忘字，星，北极星，指着，写好了吗？我要写这个。好的，很多次，这样就不会忘了。星期五我们就放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看电影。北极星，我也要写好多次，因为我把极字给忘了，真丢脸。北极星，好，下一个，指着的，还没有写完，好的。写十遍一定能记住。下一个，嗯，好，指着的指。Wait， 我去，你要写一万遍吗？到时候你把钢笔水都写光了，我铅笔啊。北极星，好，第二个字是指着的指，指我们有一点错，上面很简单，下面是一个日 ，OK， 指没有那边，不要那边，只要这边，指着的这你写对了，指着的指不要左边那一边，就要右边那一边，就完了，指。手指头就是这个指，我很喜欢写字，很好玩。写完了吧？那我没有，还没有。我要写十五遍。十五遍，老师说的还是谁说的？我自己。你自己，哦，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，将来肯定是很棒的小朋友，现在就是很棒的小朋友，将来肯定是更棒，是很棒的大朋友。 OK， 纸，我看看我写了几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我刚写12遍，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好了，靠近的靠，上面是一个告诉的告，中间要有一个口，告诉要用口，嘴巴告，下面是一个非洲的非，非常的非。OK， 中国字是挺难写的，写着写着就缺了胳膊，少了腿，然后缺了一个嘴巴。没有嘴巴他怎么喘气呀，啊，这个字。不能喘气的人你怎么能靠得住呢，啊，这个你要是写十五遍我估计你要写到明天早上了。你同意吗？有。嗯哼。那写到后天早上了。或者写到明天下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
有写很小，因为这个字比较很像这个很高。对，它很长，真的。你看我这个字写的这么长，又瘦又长。我写一个又短又胖的。啊，真恶心，真难看。哦，难看死了。我们明天早上不能迟到，妈妈有空，要早去。靠近的靠。哦，你写的这么漂亮，你中间有一个口吧？嗯，你可以把它写胖一点，把那个字拉长。但是这个字真的是很长的一个字。累死我了，写这么长。写完了十五遍。好，排队，排队还要再写吗？后一遍写对了，还要再写吗？对。还要再写，不用写了吧？要。OK， 排队。只是对。OK。排你一直就写，对，一个啾啾一个耳朵，一个人啾啾啾一个耳朵，一个人啾啾啾啾啾。妈妈写的乱七八糟的，真恶心，真恶心。排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嗯，最后一个字。星球会写吗？星球。星球对了，这些，这些也对了。清洁，你写成这个，这个还要再写吗？对，要再写。OK， 清洁用水洗，所以你就记住都有三点水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青年的青，青颜色的青，用水洗完了，轻轻的变成青色了，就干净了，就清了，对吗？清。清。清，清，清。这个字我老写，我基本上记得住，因为我们班同学就有一个叫青青的，叫李青青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说别人的名字了。不过叫青青的人特别多。青青，小青。你说了一个名字。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以后不再说了，青青、小青、双青，你又说了，没关系，因为没有说他的姓，只是名字没关系。就好像说 Jennifer， 世界上有一万个 Jennifer。你说了一个名字。OK， 对不起，不好，不好，算了，不说。一、二、三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好，节字还要再写。对。嗯。节字这边是一个大吉大利的，用三点水洗完了以后就干净了，干清洁了。然后，大吉大利的吉，是一个士一个口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应该写得很快。我发现你现在比我写的要快。节，节，你兴趣，
兴趣的趣你一开始没写对。你先去刷牙哈。兴趣的趣，兴趣的趣挺难写的，一个走之一个曲。没有，还没有写完。兴趣的趣。哎，需要多长？兴趣的兴是你自己写的吗？这个兴字。不是。那你要写兴趣。兴趣做完了吗？好，兴趣，趣是一个走之儿，不是一个走，加上一个取东西的取。我写了很多。嗯，那你明天肯定特别棒。你要不想写，可以不写这么多遍。趣字，又很有趣味。这个字也是这样。对，这个是特别长、宽的字，扁扁的。长长的字不是特别瘦，特别高。妈妈，The Artist 说什么字？谁？The Artist